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这里面好像说这么小，拿个开始先吃。哥哥越问越给我吃啊。嗯，给我吃。来，一起吃这个番茄吧。嗯。一起吃吧。好鸡面。爷爷坐到身旁吃饭了，这一半芒果给我妹妹留在那里，我妹妹睡觉了。给我妹妹睡在那里，我妹妹睡着了。吃饭了，椰子的拼盘，椰子的鸳鸯，好不好看？我先来抱个头，还跟着那边一半。谢谢哥哥，不客气。这个产品我奶奶喜欢吃，给她吧。